嘿，我是名大熊 Much Bear， 今天是小帮手的生日，说要来那个南榜梦时代来吃海港城。然后这里熊妈，王banana 也一起出来了。然后我们现在正在搭手扶梯，准备等一下要去海港城。我们要准备入场了。海港城，小帮手跟我妈都在前面。食物，哎，入座。哎，最后等呢，摄影师在隔离遐，然后他就直接在那边讲。可以加外出家里加。好了，吃饭了。开吃。开吃喽。这里熊妈在夹的呢是生鱼片，然后我就之后开始先来拍一下这边的食物。其实选项还蛮多的，像面啊，各种东西啊，这种精致小点也不少，然后小菜类的。那主要呢就是海鲜跟虾子类，蟹类、虾类，大家这边应该都是吃海鲜为主啦。凤螺、小花枝，大熊来拍，顺便可以看一下，等一下要吃什么东西。然后这也是寿司类的。哎、欸，我弄去一空啊，你搁咧咬你的生鱼片啊？现煎的煎台的蜜汁火腿，然后还有可以自己夹的东西。然后这里有一些鱼翅饺、烧麦，哦，卤大肠哎，来叫我妈来夹卤大肠。然后这种哇，新鲜现蒸的东西。大熊刚刚重新调了一下光，其实他可以选择东西还蛮多的。鸭子，这都可以跟那个厨师现点或者是自己夹取。然后这边是炸台类的。各种炸物可以吃，然后还有像这种香鱼、烤香鱼，哇！等一下还可以顺便来吃一下这个，这个、牛肉超好吃，超嫩。其实这样绕一圈有超多东西可以吃，像这种鲜鱼汤，然后还有这种牛肉可以自己放进水里面自己现煮，超多东西。前面还有饮料吧台，别小看饮料吧台，光是饮料吧台就有超多东西可以挑了，像这边就有一堆饮料。然后还有水果，然后这边呢是吃完以后最后的点心，其实也不一定要吃完啦，其实吃到一半就可以准备来稍微吃一点点心，要不然等一下一定会吃太饱，吃不下点心就很可惜了。然后还有蛋挞，大熊准备往回走，要回到桌子旁边把相机架好，然后就要开始准备装食物，然后等一下大家就会看得到大熊在狂吃东西的画面。我已经忍了快两个礼拜，想说海港城这边什么都有，所以吃的东西都吃得很普通，就为了忍耐到今天要来吃好料的，爽！然后就准备开动，先来偷偷出卖小帮手一下，这是他夹的东西。他刚走回来的一瞬间拿了这样两大堆，我觉得等一下一瞬间就会吃饱了。这个是大熊今天的第一盘。可是我觉得我电池的电量应该录不完。这不是行动电源啊，我插了行动电源，我又不能录声音了。忍耐有价值的，真的好好吃哦。这两个礼拜忍着不敢吃生鱼片，我觉得这生鱼片我应该到结束之前应该总共可以吃个两盘到三盘左右，因为其实这个分量还蛮少的，随便吃没几口就快完了。不过等下应该会先选一下别的东西来吃，要不然一直吃同样的东西会觉得很腻。这个是小帮手的牛排，墨尘好像干了一点，墨内尘还蛮冷的。晚上7:30入场，本身就有8折，然后小帮手生日当天又有6折的折扣，这种优惠真的超划算。
这个是熊妈的虾，有够虾。因为大熊吃虾会过敏，所以来这边只能够狂吃生鱼片。啊，好坏哦！我都没有感觉到吃到东西，可我第一盘已经没了。准备第二盘回来了，第二趟，很累的第二趟。然后拿了牛肉，然后有炙烧的寿司跟什么烤鱼肚边炸虾。最重要的呢，它居然有生蚝蒸蛋，上面的是生蚝，然后下面的是蒸蛋，看起来超好吃。可乐。在想上，看了那可乐开两瓶就好，今仔在底下咧找那个企业饮料机啊，结果找无可乐机，结果伊只看一台冰箱里边，随时都会有员工来帮忙收东西。你像鱼肚边，那么高价还超大，完全弄不行。鱼肚边，小帮手很兴奋的口令他，他说超大只，阿廖请奖励真好哦。好北美啊！大雄的一二三，三盘结束。那接下来就是只用照片就好，因为我觉得再拍下去，我的电子应该会没电，电子剩下一半了。吃饱了，要离场了。好吃，我现在饱到已经到这边了。现在感觉就是一个，后面如果有人从后面这样啪一下，我可能就吐出来了。拜拜，生日快乐。